现在才6:53，我就已经被吵醒了。为什么这么早起床呢？看，拉开窗帘，天亮了。你看，我住的环境是什么样的？我应该打开窗户，这样大家才能听到这些声音。来看，大家听到了吗？为什么才6:00就可以发出这么响亮的声音？难道其他住户就没有抱怨吗？他们不抱怨的吗？在你们国家，你们的居民允许6:00就发出这样吵闹的声音吗？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去投诉。我想去投诉。这就是中国的一线城市，每天听听碰碰，听听碰碰，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好了，我想回去睡个回笼觉了。希望我关上窗户的时候，声音不会这么大。求求你们不要这么大声，可以吗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我有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今天早上我是几点醒来的？第二个问题，今天早上我是怎么醒来的？第三个问题，如果你每天6:00就被吵醒了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知道这3个问题的答案，请不要犹豫，写在评论区里，我会尽快检查，好吗？谢谢。 Thank you.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for more videos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 下次见。Bye. Bye. Bye. Bye.